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手相呢，可以这个预示运势的这个富贵吉凶啊。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啊，手相当中好的手型纹理将代表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和一生啊，一生富贵有余，子女多福。如果是手型得体啊，手指并拢没有缝隙，食指跟无名指啊几乎等长。啊，或者是两指差距都比较小，这个其个性独立啊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在交际当中啊，容易有得到别人的尊重啊，一生啊钱财不断，事业有成啊，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的如意。手指啊比较这个伸直并齐之后啊，四指之间没有缝隙，不漏光啊，表示呢这个富贵清闲之命啊，有极强的存钱能力啊，特别擅长理财，生活当中呢也精打细算，一生财运极佳啊，就容易大富大贵。手型如果是方正啊，啊做事是正统，以中指为准呢、啊、手指的长度啊长于手掌的长度，叫龙长虎短啊，一生啊钱财不断，富贵有余，这是从手指的长度和手掌的长度来看。一般要形成这种龙长虎短的格局啊。好了，有关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，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